戴白色帽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这个是这是风扇的，这夏天啊，你看，这个是风扇的，不是这个是开关的，这电池，这有太阳能，有电池，这是带风扇的，这是三百，你看，都出来了。有三个档，这是你看的。刚刚呢，就是给一个风扇充电，是吧？这个你们现在装电池的吗？对，装电池的。嗯，这可能是可充的那种电池。这个太阳能板。太阳能板。你要是充口的话，那北方的。老板娘把这个二十光带出来，非常有那个待遇限制。对。它这个那个保暖性能特别好，就零下30多度。哪一款是那个智能的那个？智能的，这个是智能的。对，一会儿智能的咱到公司体验一下。这个带摄像头，智能。智能就是带摄像、带定位、带考勤，都有。带考勤也有。对，考勤的，你过去都有。还有，你要是。你摔下了，脱落报警，跌落报警都有，摘帽报警。这个很贵的。对，这个也有不同价位的，有300多的，有900多的，就是这个带摄像去标配的这个1000类的。主要是看功能，看功能配的。